跟阿寨放夹子回来，我说这两天他们过年，附近都没菜买，我也没买到菜，我说没什么东西吃，要不我带他去下馆子。他说下馆子钱多啊，就在家里吃，可是家里也没有菜呀。吃啥嘞？我们去买点菜吧，买鸡蛋七八个，这米饭嘛，面条，鸡蛋面条吗？哦，这不有米饭吗？有米饭啊。有米饭吃面条啊。面条就是当米饭吃吗？这没菜嘛。切这个米饭。走，我们去买一点鸡蛋，我来煎荷包蛋给你们吃，不有油吗？走去买鸡蛋，宾馆那里不有鸡蛋买吗？钱包，买菜，鸡蛋，买该，该，啊，这附近有鸡蛋买吗？他在问他老婆拿钱买鸡蛋。平时可能就是简简单单吃，他们也习惯了。他是因为我在这里，他说去买点鸡蛋吃。那我来这里呢，如果说我在这里吃饭，我得天天买菜来，反正买多少呢就吃多少，一次性煮完大家吃。他们不种菜，也不养什么东西，养的也不够吃，然后平时不上班不工作，就是忙的时候就种点地，要不然就有时间呢就去打打野，所以他们的经济来源啊十分的紧缺，根本就是十分有限，你要什么东西都要靠买的话，那也不上班没有钱怎么买，就是简单一点呗，简简单单吃。这里有商店是吧？去看一下商店里面有什么。啊，到了小店，这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买。不买。你店里的。有没有？就只有这里有个小店吗？小白滴。他冰箱里面有什么？看一下。他家里好多西瓜。看一下冰箱里面有什么。饮料，西瓜。还有水果。有没有肉啊？没有肉啊。这里面鸡蛋。这全买了嘛？洗好了。全买了嘛？反正今天吃不完，下次可以吃嘛。全拿了。一共多少钱？它是按个卖吗？一块嘛。一个一块。买要洗好了。要洗好了。这多少钱？九万，九万，再拿一盒嘛，拿一盒。如果三颗，拿一盒。九万，3×927，27块钱。你入家店。还有什么没有？这个怎么卖？这个。破人卵不中，够带。这个饼，买给你小孩吃。要白酒哦，先白酒。多少钱？3.5万。3.5万啊？这个我给。我来，没事。对呀。这个。白酒鸡。吃呀。好像煮过。吃。没事嘛，
拿着嘛。还要买什么小孩吃吧？不是这个我拿嘛，你抱鸡蛋嘛。好，够了吧？好，拿着，嗯。买个地瓜。可以啊。地瓜多少钱？两万。两万。那这个地瓜还便宜一点。我帮你提着这个地瓜吧，你把钱给他。两万，六块多钱，七块钱不到。我提，你抱鸡蛋。好，你抱鸡蛋，走吧。橘子要不要？这个是那个种，太辛苦了。哦。大哥种小孩吃多了，我说他不要买毒，买点好了就吃好了。这个卖毒今天吃不完明天可以吃嘛，放着 一两天也不会坏。这鸡蛋不要你种嘛，这个小孩毒了，小孩要一个一个要一个。小孩他要这个吃啊？他会生吃啊？他是烤着吃吧？小孩子让他吃嘛，这吃的东西不就是吃的？买这个，他买这都一样，你吃苹果的嘛？这个买一点好了啊。买一点，这一盒也就是一点啊，也就三十个啊。没有东西，你来没有东西买来个没有没不要买，来这里有干嘛去干嘛吗？有什么吃什么。该今天晚上吃什么呢？吃米条。吃面条。米条。没事，煮了米饭嘛，我们就煎点荷包蛋，啊，或者说鸡蛋打汤，我给你做个鸡蛋汤，要不要？鸡啊，我给你弄这个，我会做这个。嗯，可以。我给你做。嗯，可以。做给你小孩吃，啊，嗯，我做一个蒸鸡蛋。阿赞来给我送饭来的，把你宝宝也带过来了。带这么多来干嘛？我吃不完嘛。吃不完，谢谢。这个是姐姐再来找，有一个人骗，就有一个人骗人钱来，后来不给了，带姐姐再来，对吧？快点离了，快点离了，他姐姐再没有钱买包烟啊。好，到了，检查站的人来里面催，来里催你来了，来抓人来了。嗯，抓谁呀？不是找你。不是找我啊。嗯，找人。找人啊，我以为是来找我。本来我打算给阿在家里面做一个蒸蛋，你要不要做一下？不去。那回去啊。嗯，那回去吧。啊，好，早点睡啊。明天来给你找。好，嗯。啊，那你路上慢一点啊。嗯。给我带这么多，我吃不完嘛。你吃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回去吃哈。嗯。慢一点。刚才跟阿在去买完菜，买完菜本来准备说给他家做一个蒸鸡蛋啊，但是一到他家门口就看到有检测站的人在那里，我以为又谁把我举报了，要来抓人来了。抓进去就不好办了啊，那我就走了，来宾馆了。阿在给我送饭过来了，很好的兄弟啊，看一下他们做的饭。荷包蛋，还有刚买的西瓜。哇，这么多饭，这哪里吃得完？太客气了，这不把我当饭桶吗？